雄军被选举为茅台董事长，但斌博士董事长让茅台更有品位。9月24日消息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发布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，公告称会议选举丁雄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。在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，茅台新掌门人丁雄军董事长以感恩、敬畏、奋斗三个词回顾了茅台过去70年的发展，以五线发展向股东们做了未来的展望。截止当日收盘，贵州茅台股价报1694元每股，总市值 2.13 万亿元。